这球拉到三垒方向，这一次又拦下来，新延续 ，nice play！ 哇，这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半局新延续的五星级的守备，我让统一狮队真的很难越雷池一步。对，这个帮投手很大的忙，真的。哇，这个球真的还被他拦下来，真的没办法。然后再加上林丹的脚程也不是很快，所以他站起来还有时间可以传球。因为这一球不但是三垒线，而且它是往外面跑的。对，再加上他传球，他传了一个弹跳，他整个对这个自己弹这个传球的这个路径哦，也判断非常准。有在打棒球就知道，这个三垒要人要出球一坏球，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右外手追了过去，哎、这个球我有哇哇哇接得漂亮漂亮，哇，而且是二垒手接到的，对啊，漂亮，哇，这个球不简单，嗯哼。这个受伤的风险，而且是很大的风险哦。最后用一个滑接，抢在右腕手前方啊，把江坤宇，而且这个球看起来是一个界内的球，他给接到了 ，nice catch。那么结束了三局下半，中立兄弟的进攻攻下了三分。这棒送到了中野方向，林哲轩还在退，还在退，最后在全垒打墙上跳起来，哇、oh. wow, ，吊虾池在线了、啊，郭俊霖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啊。他最后那选择起跳的时间也抓得很好。你看到林哲轩，他很少会有这么激动的表情，还没来，待会再看。当然，哦，这球打得不错，在中右外野。右外手扑下去，接到哎！哇，今天的钓虾池是蛮多的，希望林哲轩不要有大碍。这棒送到了中外野方向，扑下去 ，nice play， 深号位，换了 diving catch， 实行美计，数字突破成一的关键了，但他们没办法跨过去，因为有深号位哦。这个好手背哈、哦，哇！而且是这个球点了，点成了小飞球，郭俊霖自己扑下去，把这个飞球给接到手。这条线呢、啊？我再看一次，其实他也是非常积极要下球哦。嗯。抢进二垒方向，哇！王振堂这颗小蓝跳接得太漂亮了，来看一下最后是没有。哇，这个实在是困难的弹跳哦！你看手套最后一刻哦，其实才加速拉上来配合球的弹跳，把球收进了手套。